少用早 CD 啊，为了这三个兵能接受。好，一刀不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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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把握？终于漏刀了啊！我们漏的每一刀都要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漏？可不可以不漏？这样才能够有成长。好，舒服，十七刀，点他，剑行触发，算了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他十刀，我十九刀，二十刀，小鸭十刀。电型好了，相信他不敢打钱了，补刀为主。哎，接下来干嘛？哟，我操！哎呦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补刀，没蓝了，控下蓝。外表具有欺骗性的。哎，骗他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远征兵点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经典的误导。守住。刚好完美，一刀不漏，多帅哦，多帅哦，什么叫王者实力？哎，有没有感觉到？你看，你看看这多帅啊，一比五，三十七刀一个头，无敌了。直接来一个这个，我的蓝够用了啊，我可以疯狂的压制他了。帅个毛，可能在你看来不帅，因为你的段位可能比较高，亦或者你对我并不是很认可，你是前者还是后者，可能你两者都有，就很烦。你很想不是吗？回来，锁住。OK， 还是要以补刀为主啊。飞下线，哎。补刀，你看续，啊，一个字续。视频往事满血。他回家了，我们补好每一刀啊！意外吗？刀是不能漏的，补好每一刀。好，二十七刀，我五十三刀，这种压制啊，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拿回来，触发电刑就回来啊！不要被塔打。小心盲僧抓啊！但我们马上有闪，不太害怕。Q 彩
Q 王可不踩，看情况啊。接下来干嘛 ？Q， 但我不踩。对，我好。Q， 但我不踩。好，找机会秒他，他没有隐身，是个机会啊！注意看我的细节啊。这个秒不掉，但是可以消耗他一波，回来，然后补好每一刀，哎，我操！躺下继续消耗他啊！他破车他要吃的，他忍不住的。好，注意拉开走位，好，没事，我要分身，注意看我的细节了。那，控制分身。为什么乌里克他从上路来中路呢？为什么盲僧和他要抓中呢？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。其实妖姬，如果我不这样去打的话，他们根本抓不到，是在浪费时间。他不知道这样来抓我会把他自己搞崩，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开启假设性原则。从现在开始，盲僧来一次，我反杀他一次。耐心点，召唤师。注意看我们如何一并操的，只要开启假设性原则，我们就可以一并操了。我会骗你吗？我们在消耗的时候，这个炮车，哦，注意了，有机会啊！算了，哎，那小心被抓啊！所以我们妖姬很灵活，可以塔下这样去消耗，但是呢，一定要保证有个 W 可以逃跑就行啊，那么别人就抓不到你。你敢飞吗？你敢飞过来吗？他不敢，他不敢。他知道飞过来得掉一半血。补刀。哎，这波兵你敢 Q 吗？接下来干嘛？修我一套回。好，敢过来，上当，锁住，再锁住，我故意的。哎，我死不了，最后十滴血，我补药补了40滴血啊，计算非常完美。盲僧来是抓不到我的，虽然我血少啊，但我根本不怕。好，如果我决定交 W， 我一定要，好，我看到盲僧了，可交。我赶快回，我的血量太低了啊，不能打架，溜了。Double kill。来一个法强啊，出法穿的话呢，你打架比较厉害；出这个魔杖的话呢，清兵比较快啊，他伤害可能呢要比法穿鞋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。那鞋子有移速啊，更加适合打游斗啊。点一下 Q 一下，把我们的卢敦先给他做出来。耐心点，赵老师。哎，这道路的不应该啊。我们只不过是技能发育。哦，他还是不太很痛啊！触发电刑，直接特殊塔外。妖姬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啊！塔下依然可以无损消耗。我会骗你吗？Q 他，但不一定踩他。
他胆子很大啊！我这波没上是因为我害怕在 W 交完之后盲僧突然杀出来，啊，那就跑不掉了。打断他，我大招马上好了。他如果这波兵想吃的话，我可以硬杀。保持波塔皮。这波兵线算了，不吃了，这个盲僧可能会留我。你想好，我给你听，你敢进来你就死了。诶，他不上当来，我再给他 peace。没点关注的同学可以考虑点一下关注。你看啊，自己看，点不点你自己看，啊，自己看，不强求，啊，不强求。哎，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怕死了，有把握了，吃波塔皮。耐心点，赵老师，来帮我打个蓝。我们已经压了他两等了，这盘基本拿下。啊，不好杀，盲僧不见了，耶，过分了啊，丢喽，哦吼。我杀了，我杀了，哈哈哈！哎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很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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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人炸活，他正好从这下来，他是没有眼的。哎，如果他不是在耗我这点血，我可以杀他。这个阿卡丽的熟练度还是可以的啊，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他在对阵我们这个妖姬还是挺难的，压得他太凶了。该现身了，等我们的杀人师做出来，看他死了啊！死，脆皮逮到肯定是秒的。好，死了。靠，这运气有点好啊，估计还剩个。我们把杀人书给他做出来吧。
这盘优势太大了，没得秀了，没有发挥的舞台。你们觉得为什么设计师要加这种传送门？不行，上不了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我错漏了，我们来。看看，这我杀不掉，杀不掉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我会骗你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他是有视野还是怎么说？没有视野，我说他有视野，他敢过来点我。接下来干嘛？他不太清楚我的伤害，原来他没有视野。哎呀，这跑出！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凭什么杀我呢？回头，哟，他正好跟我岔开了，又丢失了，但问题不是很大。没关系，他这个闪现白胶，我再补个点燃，再点他一次，他死了。这两个锁链没锁住，阿卡丽现在心态有点崩，看得出来啊。他其实这波直接上来杀我是没有道理的。怎么说？我得回家，帮我打个蓝吧，兄弟，没蓝了。蓝色，好，混出去，我们现在十六层。先混一个人头，锁住，你杀了他你也别跑。踩点 Q 回来，双杀踢中我，但他不敢踢，敢踢，好，锁住，点他，踩 K 头怪，三杀，还有个辅助，一段两段 K 头怪，投了，投了，投了，对面放弃了，虽然高地塔一个都没掉，但是他们不。